小的时候我都会对人家有句话说，女儿都会嫁给长得很像自己爸爸的男人，我都心中嗤之以鼻，想说这世界上怎么可能，爸爸怎么会是我的菜？结果你看，在一起啊，不会没有话题，他就是应该可以跟你一直聊下去，因为自己总是比较难发现自己的缺点嘛，对，所以就他有反应的时候，我自己又大概知道要反省一下。我真应该是说，我真正接纳他成为就是我男朋友，没有觉得想要再分手，是大概这两三年多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对我家人都很好。For you.